的玩具大赛。红红，我们一起去领报名表吧。还有报名表，怎么这么麻烦啊？因为有很多小朋友要参加比赛，当然要拿报名表啦。哦，好吧。是这里吗？哈哈，你们快看。山羊爷爷，请问是在这里报名吗？没错。爷爷，我们是乐学乐园的，我们来报名参加比赛。哈哈哈哈，你们来的正好，还有两天就要比赛了，来，先领了报名表吧。嘿嘿。又是你们。原来是小欢小宝。你们报名也没用，我都说了，今年的冠军是我的。你笑什么？嘿嘿嘿，比赛还没正式开始呢，你怎么知道你就是冠军呢？你们有什么本事？咱们来比一比。你来。我吗？这里什么都没有，那我们比什么呢？你如果不敢比，那就认输吧。哈哈。红红，你要干什么？看我坐的小船。嘿嘿，你这个懒家伙，这也叫手工嘛？太好笑了。怎么办呢？太难的我不会呀。瞧我的。我是冠军。还有谁来比一比？让我想想。哈哈，有办法了。坐的小船更快一些。太棒了，我们赢了，真棒。给报名表。谢谢山羊爷爷。孩子们加油，祝你们成功啊。你们再厉害也比不过我的纸飞机。小小鲁班拿到了报名表，可是他赢得过小宝的纸飞机吗？也说不定，咱们明天再见吧。